这个应该就是咱们的洗漱间吧。嗯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，我们可以看到墩布就处在我们这个洗碗的这个池子当中。嗯，是，是，首先、这块儿，你看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哈，这样一个问题所在。因为这个事儿吧，就是您知道这个视频吗？我说您知道这个现象吗？我后期，然后那个我看到这个现象以后，然后也是进行了一个这个罚款。就是您得找当事人承认，如果他找当事人的负责人啊，对对，承认行、嗯，按照法律规范这块儿讲的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视频吧，是没法构成证据的吗？没有，在我这儿构成不了证据，你知道为啥？嗯，他承认了，对他已经承认了啊，你承认了，说过有，对，你知道这事儿、是吧？因为是这样，跟您说一声，因为这个情况吧，就是说当时啊，就是我也当时因为我是没在现场，后期的话，因为我是也是就是问其他的保洁，然后他们跟我这么说，但是因为我也没具体的看到，但是后期我也是本着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合法合规正常去操作啊。这样子的，就是说咱之前是承认这个事情有过这样的一个发生，是吧？嗯，对，我只能说就是咱把这个当成一个重点去做。